投资长，您真的是我们股民最好的选择，您的吼吼做代机呢真的最值得我们信赖了。谢谢谢谢。标股都很厉害哦，来说说看，艾普已经连三涨了，而且获利 70% 都没有走。智元今天也是再创新高，而且获利已经快要 60% 也没有走。不过呢，明天就是总统大选了，投资长您说谁当选这些股票会涨勒？哦，我大概选择差不多10到12档的一个选后概念股。可是真正我觉得里面会飙的大概只有3-4档。那这些股票是什么独家的？因为这个人会单选。谁会单选？这居然赌1000分之1牌。那选后单选后还有一个，我直接预告老 AI 会起死回生。哇，这隔了快半年第一次讲老 AI 有救了。为什么？还有不要开玩笑，我最重要的自由 APP 为什么涨不停？为什么赚 70% 还不会跌？到这些独家的预告还有选举的预告，通通在今天的荣耀华尔街一定要看。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我是主持人 Coco。 今天是1月12号台股中场上涨32点，收在17512点。美国去年12月 CPI 年增 3.4%， 高于预期 3.2%， 打破3月降息的希望。不过市场变化不大，美股指数以小涨或平盘作收。距离总统大选倒数一天，台股早盘观望，开低打到17469点，随后跌幅收敛。航运股相对抗跌，中电股以及军工股买盘强劲。后续盘势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 粉丝人数最多、演讲讲座常常爆满、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泽荣投资长。投资长好。Coco 你好，大家好，大家开心哦、你们开心？有，投资者看起来好像，选后怎么看？但今天节目很精彩哦。对，重点什么？重点是最开心什么？艾普，艾普，等等等等，你看你在想选蓝的、绿的、白的，我已经在你选的时候，在你选举之前，股票赚翻了，自由艾普一起喷，一起喷，台湾股票最飙的。是你不觉得好像名字中好多大户支持我的股票？你要选第一名的分析师，第一名不是嘴巴说，不认识我开头那些演讲的照片，都是因为我而来的，不是参加什么造势晚会哦，不是，好、哦、很多人哦，好不好？我答应大家，我可能到时候今年会找一场办演讲哦，可能三月份吧，因为2月份大家比较忙哦，可能3月份，我突然有想到，又灵机一动，好、哦，为什么？因为我实在是太想见大家了，而且。最近看很多选举场次很热闹，我也想要拼一下人数，拼一下，但跟他们比很难比啦。可是分析世界，泽泽绝对是什么？你最佳的选择。你不要，不是哦，不是因为讲这个事哦，哦，就要扯到这个车子哦。哦哦，对耶，我没想那么多，对，你没想那么多，你没想那么多。我跟你讲，你不要乱帮我拉票。我跟你讲，到时候拉到别的地方去，我讲，我现在绝对不会让你知道我心目中的想法。因为我不想要伤害你我感情。可是今天节目有人就很劲爆吗？是这人单选吗？是谁？好不好？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你们知道我有跟人家有个折字，你不要再害我啦齁。没有，我是折跟折不一样。齁、哦、对齁、哦。可是人家竞选口号是这个啊。哎呀。好了，不要扯远了，不要政治化、啊、你们不要因为这样不喜欢折折，我喜欢折折 哦。好不好？那我想到了。你说。投资涨，投资涨，投资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投涨你的艾普一根、两根、三根，一直涨，再创2年多新高，这样可以吗？不错不错，你这个绕门快的，好，继续讲啊，讲别的啊。好，创2年多新高，那上涨已经有6% 以上了，今天获利 70%， 太厉害喽！ 70% 都还没有走的分析师就是您了。你看你参加那么多老师，或者哪个老师可以告诉你 70% 没走？不是那种看不到的简讯哦。对。不是那种什么特别会员、什么特高会员，你可能摸不到、看不到。我讲的是普通会员。而且这档股票我们没记错，普通特高 AI 股、AI 特工队，通通都有。有。特别会员也不少人买，通通都有。各个等级会员都有人有买哦。好。所以你要是不一样的分析师，可以赚那么多的实在分析师。为什么我要办演讲？因为我要再突破我记录。我这次办演讲，上次办演讲2000人，我觉得这次办演讲有可能3000人。差不多超过。哦，有可能哦。
有可能。可是我在想到底想去哪边找两三千人的场地，头很痛，先跟大家讲好不好。只是如果你们要参加演讲，你们要记得哦，因为我可能一次，像我以前啊，以前年轻的时候一年哦可以办100场演讲，不夸张，就一个月8场啊。我这样被抄的，你知道吗？一个礼拜就一个月就4周。欸，每个假日都有。一周没有，是可能2周一次。两周一次，那时候就是北中南。然后北中南跟再加个可能彰化或者是宜兰，4场演讲，然后这样一个月就8场了嘛。你懂吗？一次就4场嘛。对。2周一次就8场了嘛。你懂吗？一次有50那个，所以就是52周嘛。对。然后所以就是大概差不多是100场，不夸张。我就这样体力变好的，你知道吗？我就这样体力锻炼出来的。所以我跟你讲啊，我熬夜写文章，我也觉得没什么，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可是现在体力有变差了，而且重点是现在场地也难办哦，所以场地也难找，所以我现在比较少办演讲。然后到时候办演讲的时候，你们再来好不好？好，先跟大家讲，记得来哦，不然到时候差很多。好嘞，那我们继续讲还有什么？所以我的股票哦，不能造假，不能。为什么？因为我只要股票一点点，你看啊，今天有什么？折什么？中华车怎么了？你讲好像中华车跌很多，你知道吗？我看一下，我来看一下中华车，我好像跌很多一样。你没卡摆脱啊？很多，我那时候说站稳100元才再去加码再进场的，像107元，讲的好像我中华车怎么样跌很多，居然最高点127到107，朋友们也不到20%了，讲最高最高哦。你听懂吗？所以你看啊，我的股票是不是我只要一点点赚不够多？跌一点点就会对人抱怨了，可是我根本不怕啊！我摊开阳光底下啊，这就是我啊，这就是哲哲啊。是，所以你看啊，哪个人可以像那赚70%没走，爱普70%就没有走，我很开心啊。继续你讲一讲，还有智源也是已经获利60%了，也都没有走，而且都创历史新高喽。那创新高之后，因为智源今天创新高后拉回，需要担心吗？然后还要问投资长说，CPI 数据比预期还要高，为什么反而债市没跌？来，我先跟大家讲这 CPI。这时候那个福利社一直老师也会讲哦，我们今天大家共用个表格来跟大家讲看一下。福利社也会讲哦，来，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先看是 CPI。好，先讲 CPI。CPI 我说过，昨天凌晨1:30写文章的。有。1:30写文章的。哦，昨天不好意思，9点多哦，那个没有第一时间写文章 ，sorry。哦，可是我也习惯凌晨1-2点写文章的。为什么？就我讲的，昨天你助理帮我那个事要赶快。哦，你不是要返乡投票吗？赶快，你先给我，不然你要加班哦，叫他赶快来，赶快给我那个什么，就是昨天凌晨的文章哦。那么看一下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好了，那我凌晨文章不是认识凌晨文章，昨天推背图，我说90%以上是这个区间嘛，对不对？是，因为市场预期3.2，可是克里夫兰联储预期多少？3.3嘛，我讲嘛，我说这个突然临时的市场预期下滑了，可是我常常跟大家讲，重点是克里夫兰联储的预测，克里夫兰联储的预测是多少？是3.3，好，对不对？结果我说应该是三，大部分应该是可能3到3.3，结果最后怎么样？3.4了，对啊，所以今天台湾股市跌了，很正常嘛，所以我在这边，你会说哲，那你没有对，你说90%，可有猫腻哦，来看一下哦，猫腻，有一些细腻的魔鬼藏在里面，藏在细节。来 ，CPI 公布是不是3.4？是，是不是克里夫兰预测3.3？对，是3.3几？3.32。那 CPI 公布是多少？3.4，对不对？是，实际上是3.3几？五，四舍五入。四舍五入。所以3.32跟3.35有差吗？没差。应该说0.02，严格上算有差，可是其实没有差很多。好吧，因为有些人比较吹毛求疵。或者现在比较追求完美，所以一个3.3，一个3.35，怎么样？没什么差，差一点点。没什么差，那是我跟你讲3.3跟3.35嘛。对。可是如果本来我跟你讲三点，如果我是克里夫兰联储，我都去掉小数点，第二位。我讲什么？是3.3，对不对？对，3.3。大家看一下所以你用我逻辑，你就知道说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来，假设3.3，对不对？对。那你看到 3.4 呢，你就觉得，比想象中多很多。对啊。可是你再细看呢，克里夫兰联储是 3.32， 实际是 3.35， 会觉得差很多吗？不会。你懂我意思啊？所以股市怎么样？昨天美国股市先跌，后面拉起来一些。对。懂吗？对。债市呢更漂亮。来，先杀
后拉，后拉，九点半不是公布吗？哦哦 ，CPI 就最重要的数据。现在一堆财经 YouTube， 去年他们都什么嘴硬啦、啊，不讲 CPI 啊，嗯，讲一堆无聊的数据要干什么？嗯、其实就 CPI 核心 CPI 啊，其他都不重要。是因为 CPI 这些数据费了，还有一些官员改变他的说法。嗯，我这样说没错吧？没错。你看现在很多财经节目也学我们了，我很多东西你会不知道，我是怎样见微知著，我见到一个小细节，啊、哦，那注就是。著作的著哈，哦，先念到小细节，我念给打字的人听哦。见到小细节，你看到一些大的细节，看到一些大方向。嗯，为什么要讲？像今天不是有新闻吗、嗯？我们福利社可能下礼拜会做个专题。你看，现在金管会有在精简的、啊。嗯，你些 ETF 你怎么可能发那么高？嗯，你还不是左手换右手，你还不是平准金？嗯，你知道很多财经 YouTuber 都直接跟你说平准金不是左手换右手，如果不是左手换右手，为什么金管会要查？嗯。本来就手头上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嗯，你为什么要自欺欺人？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甚至给你一个结论：0929的概念股，我可能会近期内找个时间点出一出。为什么？因为这些高平整金的、高月月配息的，到最后如果它的规模没有持续的放大，嗯，那它要发那么多股利，嗯，会有问题的。我到时候发不出来，规模变小，不是00929、00919，我讲的是事实，不好意思，嗯、听了。重就是我讲话都不重听，可是我要跟你讲，你一听就知道我的逻辑是什么。所以很多财经 YouTuber 还很多很红，还有几十万订阅的，我不要讲谁，你们知道就知道、嗯，是不是？还说什么那个平准金啊，不是左手换右手啊，啊还讲一些专有名词。他摆脱，我是实战派出身，你讲那些都没有用啊，你懂吗？所以你就要找一个实战派出身，这样 CPI， 你看，你想看看哪一个人逻辑可以这么清楚的告诉你，为什么他先杀再拉？两件事情嘛，因为。哦，那个平准金，你听就听得懂，你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因为第一个市场预期，市场预估虽然下滑，可是我当然以克利夫兰联储预估嘛，嗯，克利夫兰联储预估是 3.32， 嗯，是不是？是 3.32， 可是实际呢，看起来是 3.4， 可是实际 3.35。如果你把 3.35 跟 3.32 比，其实没有差多少，嗯，就是正常预期。正常。所以美国公债要先杀，那怎么拉呢？因为二月份要公布一月的 CPI。2月13号情人节前一天开盘前两天农历年过年开盘前两天、嗯、要公布 CPI 会见多少见二到目前为止克利夫兰联储都是很准哦嗯克利夫兰联储预估怎么样 2.94 四舍五入就 2.9 啦、啊、嗯2月份公布1月的啊嗯 2.9 怎么样喷出去喷了那美债我等到那时候来喷吗现在就喷了所以我很讨厌、嗯我考虑过年前我要再买1000万的美债、哦，因为最后买点的啦。最好了，我是跟你讲，接下来会很喷哦、喔。我直接讲，所以你要懂我的逻辑，就是第一个我讲的这个数字没有人这么精准有差。因为我跟你讲精准的原因，为什么它会先杀啦？因为大家看一下，好像差很多，细看没有差，没错吧？细、嗯、看差不多。第二件事情，二月份公布一月的 CPI 的时候，会大幅度下滑，会首度见到二。因为通膨的目标就是要降到二，费的目标，所以那个时候会喷。有分析师讲这些东西吗？其他逻辑都不重要。嗯，我是讲一次，你告诉我就业数据很重要吗？就业数据重要还是 CPI 重要 ？CPI 重要。我告诉你逻辑训练吗？你们可以 challenge 郭总的逻辑啊。嗯。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我其实不太需要一些财经网红，因为他们有些年分析师都没考上，有什么好讲的？分析师如果考不上，有什么好讲的？你讲的你天纵英才哦，我好像很聪明，结果连分析师考不上。啊，分析师考上，你不来一个合法投资公司，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是要结束还是什么？还是要省钱？还是要逃避法律的规避，逃避金管会的检举、金管会的检查？嗯、我们是不能自己下单的、欸，不行，下单是要被吊牌的，你知道吗？嗯，所以我只能买 ETF 证明我的实力啊。嗯，你去想想看，为什么我讲都是我？你可以用逻辑去训练。去了解郭总的差，郭总跟别人不同，你懂意思吗？嗯，好了，那所以你想清楚了，所以为什么他要先杀后拉，就这个原因。好、嗯哦，我讲清楚，所以哦，真的懂了，赶快二月份公布 CPI 之前，可能最后要买美债，最后要买台股，台股会喷出去。所以以外哦，我跟别人不一样哦。嗯，来了，过年要让我好好休息哦。我想到，因为我最近声音沙哑了，不知道怎么，好可怜哦。哦，嗯，对啊，那个还是也是胃食道逆流。欸我也在想过、嗯、欸我想过。哦、啊、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啦。哦。我在减肥我晚上有时候就是 168。断食。对然后我开始吃百八了吃鸡腿、欸。你们可能不敢相信你可以找到作证我吃多久鸡腿了3年。每天呢中午都订。每天。是啊。
我才瘦下来，很可怜，我是易胖体质啊、嗯。你可以看看我家其他人，家人身材大部分都是比较胖。哦，就是很多意志力，其实很多的天分的、啊。像我们这种易胖的人，你知道减肥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呼吸都会胖的、啊。对啊，真的，我讲真的，可是我还是靠意志力把它减下来了。嗯，哦，这跟大家讲，你看，你可以订便当订三年吗？不行，都鸡腿，不行，都烤鸡腿，去油腻、嗯、哦。每天吃汉堡可以。所以我就是每天体现我的意志力给你看。对，我是不是最认真的分析师？不用嘴巴说啦。就像我说，不要用嘴巴说。去年前年不是很多分析师骂我吗？后来都骂我，为什么？因为一定很多人打电话去念他。嗯，你骂郭总，那你为什么不像郭总一样公开自由对决选股比赛？你为什么不像郭总一样丢个5000万？郭总买台湾50，你不屑吗？你不屑，那你就买台湾，你就可以做空台湾50啊。是真的有人做空台湾50啊，就赔钱赔很惨的、啊。输了，嗯。那你看，那不是更恶劣吗？是不是？嗯。我都拿真钱来，对不对？对。對，所以那只缴会员做台湾50反有什么用？你听懂吗？嗯，拿真钱跟我 PK， 真的啦，真的。可是你觉得那些批评我的人会敢吗？不敢。为什么？不敢承受，因为他们知道我承受压力多大。嗯，就像一样啊，凌晨几点写文章？1:30，是不是？1:35。哦、嗯，明天股市再次会下跌，有先跌吗？会拉起来吗？有。但是这是什么啊？我最想要的买点，凌晨1:35发文哦。没错。你看哦。1:35，这 TG 哦，这个瞬间就有9000多人看的哦，8.7K 哦，我们人数大概4万多人，有没有？有，这能造假吗？不行，我100%文章都写在 Telegram， 因为我已经有给你看过我的发票了。有，我每个月花40-50万在 LINE 的讯息，嗯，你我非亲非故，也还不是会员的时候，我就先投资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好意思，因为财富自由了。嗯、因为我没有一定要收你会员、嗯、因为我会员人数也很多、嗯、所以你不用着急。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参加专案我从头到尾我都不勉强，我说会涨价就会涨价，没有理由50元变60元的我还不涨价，嗯，没有理由啦。所以你到时候你不要做这种贵，到时候你买到比较贵的股票，你看你以前可以买到200块的智元，对，200块的爱普、嗯、现在买到400块的爱普，500块的智元，然后会费还要变贵，很你要吗？不要。你要不要最后的一个专案？嗯，要。要不要这个过？可能是过年前最后专案，基本上是一个过年前最后专案。过年后我就要全面涨价，你自己要不要？要不要？要啊。要的话，我告诉你，大赚18赚100，那你赶快努力看，会赚那个买那个大钻石哦。一给它去掉88专案，再送一个月。哇！所以你现在参加跟2月12号参加是一样的。嗯。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参加？对。你又不现在参加，还多送一个月，过年的会期你都不用怕，嗯、都送给你的。嗯，你懂不懂？哦，大赚88+1专案，到时候我要全面涨价 哦，先跟大家讲哦。哦，来看一下，看看大家反应。来，泽泽午安哦，停止车上改道啊，露天的改道也可以。世界大敌人 GE 爆吗？改道20万人哦，昨天民进党的时候20万人哦，有人呐、啊，可是。他们每个人都会碰轰，白绿蓝都会碰轰的、啊嗯、都没有那么多人啦、啊、可是这次人都蛮多的，好不好？伟创会进场吗？哎、欸，讲到重点哦，老 AI 我考虑进场哦，伟创技嘉有机会再进场哦。我先给你结论，为什么？来，所以你们看，你们问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你，我都欢迎互动，可是不要用攻击式的，要鼓励哲哲，好不好？是，比如说你问股票啊，就中华车明明就哎、欸，有些人还有在赚钱啊、哦，你懂吗？那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买的比较高点的。你问的态度要好一点点，好不好？因为哲哲没有欠你，哲哲。对。你有两件事啊，我沙哑是为什么？但是问你啊，我一个月100场那个、欸，100场录影片，100部影片。对。那你觉得生意会不会一定受损？嗯。那我要为了体态好看，节食有可能胃食道逆流，因为你少晚餐少吃，它就胃酸会先分泌嘛，这样分泌、嗯、因为没有食物嘛，就这样子。所以你看啊，我牺牲这么大。可是我甘之如饴，可是你要鼓励我，好不好？哦，这跟大家讲啊，我会封锁人，你不要说我不会封锁人了，不要封锁人就气呼呼，没有什么气的。我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你们封锁人也预告在前面。嗯 ，NVIDIA 创新高，这一段时间其实台湾只有 AI 股 AI 的 IC 设计展现而已。可你看哦，以前的老 AI SMCI 那时候涨，伟创一起涨，它这次创新高，伟创都没动哦。嗯，那伟创会动，像这种伟创哦，它要拉起来。哦，这根是蛮漂亮的哦。
我有考虑，我考虑追。我那时候是说宁愿追高，可是它现形已经准备很漂亮。为什么？为什么准备很漂亮？为什么？你看哦，这样子看起来都没在涨。对，这都是没涨嘛，对。嗯。你看2603前波为什么涨？它前指有在动吗？也是没有动。有在动吗？都没动啊。对。前指都没动啊。哦。都没有动啊，然后直接拉上去。哦。所以是啊，你要记得一件事，每天要盯紧尾串的。我觉得哪一天真的喷个半根，你反该追啊，因为它有可能是那时候的110元的长龙，听懂吗？嗯。所以老 AI 也是这样，或技嘉，那个技嘉尾串是有机会涨的，因为 SMCI。所以我告诉你，我那时候说有钱你去买微软，你有钱去买什么？去买 NVIDIA。嗯。买美股都赚翻了、嗯，那你觉得我们有财富自由吗？你不觉得我每一个选择、每一个预告都讲在前面吗？有，那就像这样子。可是我跟你讲啊，预测错误我也都会跟你讲啊。比如说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啊，长龙是要拉起来了。嗯，那、啊、为什么？我那时候说逻辑是不是对的？有没有达成协议？有，有。可有达成协议以后，他要不遵守协议，能怎么办？哦、那当然运价会上去啦、啊。哦，你懂吗？这个跟我之前逻辑没有违背。对，因为当下涨价的逻辑，现在是现在的逻辑。你要懂，所以才每天要解盘。你不要折啊！你以前讲什么？你以前讲什么？你拿张飞打岳飞干什么？那我何必今天解盘呢？是你没有认真看我节目，你觉得好像我节目重复。我是全台湾最认真分析师，你觉得我没有认真在解盘吗？一定认真。只是三不五时有些臭逼自己，所以你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嗯，同业最多人看的节目是我哎、欸，嗯，是我哎、欸，不然我点阅率不那么多啊，不然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好像每天在胡扯？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喜欢我？不是，我不是在胡扯，我讲每一句话都有意义啊。你懂吗？对啊，你会听我节目就知道，我真的是这样讲话的臭屁。你会发现我真的有读很多大量的阅读、嗯，好不好？这些逻辑说，那你觉得长龙这个？我跟你讲啊，今天最新的已经是空袭了，空袭的，空袭雁门这边的、嗯。那美国、英国已经空袭，代表你卖了卵的。你看那个以色列打那个巴勒斯坦，他有帮忙他吗？没有。可是他这是空袭的、啊嗯，美国、英国空袭都没聊。所以你说，那你可以说，因为空袭，两军交战变恶劣。可是这是美国自己亲自涉入嘞、欸，就像俄罗斯跟什么跟乌克兰，美国有涉入吗、嗯？美国空军有来吗 ？No， 没有啊。可是这次美国空军有来、嗯、不太一样啊，可能会一段时间，可是有机会达成协议，好不好？我是跟大家讲的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你说这个会不会上去？也有可能我错，可是我讲过了，我错我都设定在有一定的停损。我说你这样子，我顶多赔个10%、11%，嗯，这样可不可以？换来换来10-20%的获利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嗯啊，可以啊，我不能任性吗？嗯，而且我又不是所有会员压，嗯，我所有等级会员压是什么？来，爱普，是爱普，大家都知道。所以你因为不能，因为智能股票好像不准则，则要怎么样？你反而则迎来什么诚信？我夹在前面，就是因为夹在前面，所以我很吃亏。所以我最讨厌就是无缘故攻击我，然后第二个讨厌是。都秀那种对账单啊，不敢秀账号。你都赚钱才秀账号，你可这个没意思啊！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不公平，真的不公平！你秀个1000万亿，我都不相信啊！嗯，我怎么知道你赔10亿啊、嗯？不是不可能啊！他如果有本事，他在股票里面赚钱，他应该进场的第一天就秀出账号来，没错吧？嗯，我说有没有错？没错。那你去查券商到底有没有进出，不要事后、嗯。我最不屑做事后的事情。对，我讲这些东西，你会发现都没人做得到，包含凌晨写文章，包含这实际的丢。对账单都是一样，好不好？嗯，一样。哎呀，我现在声音真的沙哑。外资买超27亿，那今天空单为什么增加？外资买超很现场很增加，因为为什么？就像讲的26000、嗯，如果今天有谁有子弹，变变变的，变变哦，不是 straight line 哦，也不是卫星，也不是 missile 飞弹哦，变变是玻璃子弹啊，两颗子弹嘛，哪个候选人怎么样？那当然股市会怕、啊。嗯，我看一下，现在3点哦，那时候两颗子弹刚好是。那个收盘的时候1:47，现在没事情哦，没事没事吧？看一下，没有。我、哦、看一下，我差点我哈被你们隔离了哈、哦。跟哲哲学逻辑训练哈，没有哈、哦。对，哲哲感言哦，小心被贴标签。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没有讲我要支持谁啊，没有啊。而且其实我以前蓝绿都有投过，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对啊、哦，福利的吃太好，哲哲老师是一本最经典读不完的书，是谢谢你啦，因为我每天真的读很多书，好不好？嗯要趁过年写书，我写书了，嘿，哦，各位哦，能体会喝水就胖，易瘦体质，易吸收体质，吃再多体质不变，对啊，真的啦，好不好？嗯，瘦下来变年轻，好帅，谢谢你哦，哦，你也很 man 哦，哦，我都爱你们哦。来，先跟大家讲，哦，星星，等下跟他讲，哦，股票赚了，来，哦，隔壁的副手，操，
哦，槟榔科，槟榔科，明年准备第三名落选的。好，那讲到选举来，下一个阶段讲你最想要选举，对不对？对。我最新的选举预测什么？嗯，哦，不会让你生气的预测，不会生气的预测。休息一下，你一定要记得要赶快回来。可是休息之前呢？88专案哦，最好的哦，不能讲最好选择，不然这样好像帮人家拉票。哎、欸，最好的泽哦，就是你心目中你最要的人哦，这逻辑不通。反正泽是最好的哦、嗯，欢迎你加我们行列，好不好？所以你来电洽询080668858588专案，那怎样一个月这样？你不送哦，88加1啊，多送一个月，然后嘞，最涨价后的最涨价前的最后一个专案，最后一个休息一下，跟你讲、嗯，这个人会单选，这个人单选后怎么样？哦、哪些股票会飙？哪些股票会飙呢？休息一下，麻烦。明天就是总统大选了，到底哪位候选人当选？哪些股票会飙呢？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有请投资长解答。来，我还是重复一件事情。嗯我没有一定对、嗯、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生单选就这样子啊你不要生气国民党你不要生气、啊、为了我表示我的那个歉意我做两件事我认为国民党立委哦、嗯、的席次会大幅度增加哦哦当然不 case by case 我说其实说有些在地立委做不错说新专的吴秉立委立委有些这是绿营的有些可能服务不错的还是可能会继续单选嗯哦只是国民党的立委席次会增加嗯哦你看我这样蓝绿白我都讲到了有啊要生气只是总统应该是医生单选嗯这个我不改变我的想法是那是哪个医生那个一个医生两种解读一个中国两个种解读自己解读我不想伤感情好、哦、先跟你讲哦那一样如果不是医生怎么办就吃鸡排哦我亏大了你知道吗1000个、哦、很多人想跟我赌说诶反而觉得那你这样讲怎么可能侯友宜怎么可能会输柯文哲什么的好、哦、没关系啦这个不要生气啦、嗯、就是医生当总统对不对嗯那是没看到我这有预测嘛对不对有基本上就是医生当总统嘛对不对对对不对对然后我说什么赌1000份鸡排有人把那图片哦给我记者然后说哲哲有没有1000份鸡排等我输了再说啊输了就不输了就给你1000份鸡排啊嗯如果不是医生对不对嗯不是医生当总统就给你1000份鸡排啊好不 好啊你也不要说哎这样子我要特别支持谁啊你可以赚我1000份鸡排啊你去投侯友宜也可以啊是不是是啊哦哦，这是三个月前做的事情，厉不厉害？厉害。不一定厉害，等我准再说。哦，对啦，我不可能不准定准啊，就像传统，我不定准啊。可是我就是直球对决，嗯、你可以实时预测，你记在脑海里面。对，你听懂吗？嗯，那看准准不准嘛，是不是？你听懂吗？所以你看啊，这是那时候影片没错吧？你们的有10月25号。哦，10月25号，那时候台股有救了，有没有看到？那时候15975啊，是附近啊，你们的。所以你看我预测很准哦。赌1000份鸡排，1000份鸡排100块的话，10万嘛。哦，天哪！天啊！不会，没怎么样，就发，那我就庆祝他们嘛，好不好？我没关系啊，侯友宜也可以啊。我看其实都不重要，不要因为你的选择或你的信赖或你的友谊、嗯，哦，三个都讲到了，喂，对、欸，然后影响我们之间感情，哦，因为网友们讲，好不好？嗯，这个不要伤感情，好不好？啊、郭秋秋鼻。我就丘比，头上我的超人，谢谢你，是我这个男人就帅，没错，哦，台湾的信赖啊，你今天要扮演谁？福利社的话，我今天要扮演美琴，小美琴。哦，对，我能够福利社。对，第二个，为了表示我对那个，不要说我是医生单选，为了表示我好像你们很生气，好像我不支持谁一样，我到时候我要扮赵少康，准备好咯准备好了，哦、福利社，我要跟那个陈毅老师，陈老师哦。哦，讲干话，对话一下啊？那么跟老师对话一下，因为他扮柯文哲啊，对，他把裤子拉高，好不好？哦，你敢拭目以待，好不好？哦，讲些干话，你是萧美琴嘛？是不是？对啊。哦，我已经帮你想好台词了。诶、欸，萧蜜。哦，想好台词就是那个我是赖清德哦、我信赖台湾，台湾信赖我、嗯，我也信赖普拿腾，普拿腾，普拿腾，普拿腾啊！你没看过那股广告、哦？普拿腾广告没看过吗？普拿腾，回去看，回去看，马上恶补。哎、欸，这个广告很有名哎、欸，哦哦，信赖普拿腾，好不好？讲我大舌头啦，好不好？赵子龙，哎、欸，对，我是赵子龙，我就表演赵少康嘛。嗯。准备吃鸡排了啊，丽娟，好不好？这慧娟啊，公司另外一个丽娟也是要赌那个侯友宜，好不好？事不胆，事不可以。玉凯老师会唱歌哦，新的。哦，现在啊，哎、欸，不要这、欸、太激动了，这不要这个变攻击了哦，那个删除，先不要封锁，好不好？好不好？哎呀，哎，回来，
不要激动，这样变激动了。来，这个你们这边的那个最好的是哲哲，支持哲哲，唯一支持的哲哲，好不好？对对，信赖哲哲，然后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好不好？战斗了，好不好？呼吸都会胖，远远哲哲还是很帅，不错哦，奶奇，好不好？好了啊，这个已经讲了一生了啊，你也不要对我就是怎么样，你也不要气我。哎，最后谁是选后的主流股？这张图给你快速看。这些股票我不一定会买啦，因为我比较，因为我跟你讲，这种选股主流股有时候是一时的，嗯，好，你懂不懂？有时候大户主力要不要拉，我可能会买，要也是从这几档里面选，你自己记起来好不好？哦，你只要自己截图好不好？那我只跟你讲好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像绿人华城嘛，对不对？嗯，因为说老实话啦，我得要跟你讲啦，大家都认为那个谁胜算比较大，赖清德嘛，嗯，因为你现在蓝白分裂嘛，是不是？那所以华城就拉起来。那选后呢？注意会不会利多出尽？哦，你听懂吗？嗯，哦，如果是拉回反买更好，要买喷出第一根可以买，嗯，因为套牢，我觉得万一啊，真的是绿的单选，对不对？嗯，就算第一根给你，就比如说凯基台北给你来乱的，来给你做单冲的，里面有人给你做单冲，嗯，开高走低，拉回它会再喷出去，听懂吧？嗯，就像一根，你懂我说什么吗？好了，你不懂对不对？就算它涨上去，对不对？嗯，你再下去，对不对？你也不用担心，它还是会上去。哦，只要是绿的单选，当选的话，嗯，哦，你知道，只要是赖清德单选，所以这一根我认为你是可以追。可是第二根呢，不建议的，你要追追礼拜一，这样懂不懂？嗯。所以华城的确是绿营概念股，记得吗？记得。哦，就跟你讲啊，来，那华城是绿营概念股啊，什么？那个军工也有，宝一也有，军工股还是会涨，哦，还是会涨，嗯。你看 MISO。对不对？MISO 也涨，军工，哦，是不是？哦，这还是有差啊。如果那个卫星变成 MISO，哦，所以军工股一定有题材的，好不好？生技股也有，好不好？军工宝一啊，这些都有，好不好？哦，因为无人机这些啊，雷虎这些也有机会，好不好？好，来，还有什么？那这是绿营的，哦，所以你看我均衡报道哈，哦，均衡已经很均衡了，这不均衡我没办法，那你哲哲不适合你，我跟你讲。来，银建股嘛，因为民众党他怎么样？他可能都割批，像以你为自豪什么？是那个建那个社会住宅，对，欸，对不对？国宅啊，哦，是社会住宅啦，哈，哦，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跟国宅不太一样哦，哦，来银建那个中工，所以这个有机会。那电动车大同。其实电动大同这个，其实大同有时候是大户在做啦，这个还好啦，只是大同现在现行不错，把它放进来啦，好不好？嗯，哦，这不是这个都参考而已哈，哦，现行不错，嗯，又有机会拉起来，我说现行不错，再一根就可以了。哦，我比较特别，我会讲比较有把握，虽然这十二档里面我会讲比较把握，比如中视，嗯，因为上礼拜六居然中视居然转播民众党的，嗯，这个蛮特别的，特别。但是你会说，哎，哲哲，那转播民众党的那很正常啊，拿钱办事啊，那个他们。民众党说这个是就是付费的转播啊，嗯，可是问题是董事那个老板是万万集团的，对不对？蔡董有必要，嗯，有必要收这个钱吗？有必要赚这个钱吗？好像不需要哦。其实不缺这个钱啊，嗯，所以他是不是也在分，也在押宝国民党跟民众党？嗯，你懂吗？像今天晚上 TVBS 也在转播，是不是他们也在押宝？你听懂吗？这是好玩的一件事情。好，哦，那至少他有押宝，我关系没那么差嘛，嗯。所以中视选后，如果这两个会单选，国民党跟民众党单选的话，中视是会拉的，哦，是有机会拉。可是他缺点是量很少，嗯，所以我就说我不一定会买，因为中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玩个几张嘛，嗯，你懂吗？可是一般的我不会建议，你懂不懂意思吧？好，哦，我可能一拉，哎，欸，你哲哲你拉中视都是你在拉的，量太小了。量真的比较小，1000多张啊，嗯，好不好？哦，所以这个都有机会哦，民众党跟国民党单选的话，好不好？好，都告诉你这些东西哦。所以中视有在押宝，民众跟国民党两个都有押宝。今天晚上是什么？他上礼拜五是播侯友宜的，嗯，上礼拜六是播民众党的，嗯，造势晚会。今天晚上是播国民党的，嗯，播什么？赢回台湾。你看我一讲，信手拈来都知道哈，哦。对，啊，但记得等一下报销尾行多讲英文一下，好不好？好，哦 ，OK， 好。所以你看，所以讲这不止这些啊，疫情啊、疫苗我都有讲，我都很了解，你就知道你一听就知道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包含 CPI 这些东西。有对。好，所以这些就是选后主流股，参考好，有趣而已，好不好？哦，这跟大钢铁股中钢最近也表现不差啦。好，哦，好，哦，下去有机会再上来，嗯，好不好？因为2024年是不错的，还剩几分钟，来，哦，对，哦。哦，这跟大家讲哈，哦，来，
那今天 CPI 又增加了，今天 CPI 增加300多点，哇，吓死人了。不过还是取决于鸿海什么时候它会拉过，好不好？嗯、那你说我们可能赔，我这周可能赔，可是我赔得起，因为我不是所有会员压、嗯，而且我是压那些比较大家比较信任的那个特别会员，好不好？这、哦、跟大家讲哦，中钢国民党讲没理的，他们家政治很压啊，所以我不一定会压那十二档里面的股票啊，这、哦、跟大家讲好不好？外资期货空单有增加，为什么？就怕两颗子弹、啊。我现在看到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子弹嘛，哈、哦，没有子弹，还没震动。哦，没有子弹哦，这应该没有排挤吧？哦，好。只应该没有被排挤、哦、所以这个都讲了、哦、1000分之100我也赌了、哦、反正谁叫我那时候那个嘴巴讲那么快、哦、那除了这以外我们顺便看一下该讲股票了、好所以都有讲股票所以你们看到这节目很精彩、嗯哦、不论讲到政治讲到股票、哦、都有讲、哦、艾普你看、欸、我跟你讲、啊、如果是老头股今天大概45分钟的节目大概讲几分钟艾普应该讲了40分钟涨停板有没有艾普第二有没有艾普第三有没有两个人向我包 70%我今天啊我只是一个中华没有涨一大堆留言。如果我造假你看为我看封锁不完啊喂我几千人啊、嗯、而且我告诉你哦、喔、我的不是假的哦、喔、有些人这样子哦、喔、我2700多人、欸、我们看错怎么一个暗账而已。欸奇怪不可能吧。不可能啊再泡掉再泡掉再按一次没关系。我再按一次。因为有时候他可能 YT 的那个。所以有时候暗战术跟那个什么参与阅读那个没有同步。嗯、所以有人你用这个东西去讲哦比如说有人说什么有些比如说什么在路上啊，有些说哎、欸，怎么按赞人数跟点阅率不同？其实有时候会有这种内核、哦，所以就事论事，我们批评别人或称赞别人都要讲事实。好，你听懂吗？所以你看，我就很事实的报道这些东西。没错，你看是413按赞多一点啦、啊。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其实直播人数这个也可以买的，按赞可以买，可是绝对不可能什么2000多人1000-2000人按赞1000多人，不可能，那个比例不对、嗯、哦。所以有些人那个一看都知道造假的，造假的。嗯，现在网络上很多都连直播人数造假了。好不好？所以我不要让你知道造假，我要让你知道，到时候办演讲就知道，折的门票多炙手可热、嗯。我告诉你，比选举场子还热。我跟你讲，好不好？哦，先跟大家讲，哎、欸，美丽拉回多少可以进场？来，臭屁一下，念一下。好，美丽我有没有？没有了。来，请卖出2439美丽，挂在119元卖出，已经大赚超过20%了。20% 是12月12号，从我们买进到现在已经大赚超过20%。对的，特购会员，嗯哼，普通会员有没有买？有，普通会员有买啊。嗯、可是普通会员一定特购先卖的，我才能卖。嗯哼，一分钱一分货，好不好？如果你的股你有资产200-300万，我不建议你买普通会员，你买特购会员，嗯，好不好？你参加特购会员，就利用这次大赚88+1专案，好不好？美丽多少赚20%，接近20%，接近20%，一个是20%以上，一个是接近。20%，应该是超过20%，应该是接近20%，都有会员简讯，是的、哦，很漂亮。那是刚好托普通会员托特购会员的福。来，美丽怎么样？跌，是不是厉害？厉害啊！就跟那时候有没有？我卖掉谁？联发科四天跌，嗯，不要得罪哲哲哦。就像之前哦，威盛呐、啊，哲哲，有人威盛骂你，我说啊，不要你，我说不需要找人骂我，真枪实弹。要骂我很简单，你先跟我 PK 选股比赛，你能超过不要说 180%， 我给你打折，我给你打折吧。嗯，100吗？94%，你能突破 94%， 我给你鼓鼓掌。前提是你说你要挑战我，嗯，一半都达不到，你凭什么攻击我、嗯？你连我丢5000万，你不要说丢500万好，你就砸钱秀账号，你都敢，我都敬你是条汉子，你都不敢跟我比，有什么好批评我？对、啊，不需要。所以你找到批评者，绝对不能，绝对不能选他，你听懂吗？嗯，我不知道总统候选人你要选谁，可是你不能选批评者的，嗯，因为他完全要蹭我热度，又不跟我 PK， 我不喜欢这种事。这就是男子汉自求对决。是，我跟你讲的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这么努力工作，你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很努力工作，好不好？而且我最近绩效真的是好到要命，嗯，而且我威盛是不是卖在最高点？是我卖179这边附近，基本上是最高点那几天，是不是卖掉以后呢？就开始跌，一跌到现在破底、嗯。为什么 IC 设计一堆创新高？为什么卖掉的威盛？为什么卖掉的联发科就这个一直跌？还不是跌点跌，是每天跌哦。为什么？因为我有影响力。嗯，因为太多人看我节目了，你懂不懂？啊，这个最大户的都要走掉了，他一堆会员里面不知道多少大户，大家会怕。嗯，不用我讲，一堆人都业内多少人有我讯息啊。你要选最好分析师，你以为在胡扯吗？那你都知道啊，你都知道我卖威盛啊，我是卖掉当天跟你讲，是啊，威盛跟联发科是卖掉当天跟你讲，是是啊，你要这样分析师，来现在几分钟、
赶快等下结束。所以威盛是获利超过 35%， 那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7月13号、嗯、11月18号生日的时候开始开心赚 56%， 是170元。我说我现在会员卖179元，有没有？有，最高了182元。哦，你以为来到乐园了？没有，结果现在来到地狱了。威盛是我的。很多人说啊，威盛他很专业，谁最专业？我最专业。是的，因为威盛涨的时候我有，嗯，威盛那时候洗盘跌停板的时候，我照样跟你讲要买。嗯，威盛卖掉的时候，我还事先预告。威盛这边公布营收看起来厉害，反而跌。你一看就知道我跟别人差别。威盛这次公布营收是要涨停，我在这边买，对不对？我讲的是不是夸张？如果你没看我节目，第一次看我节目，你说郭总胡扯。我请问你，这边呢有在可以胡扯吗？今天全部按加88，那你的股票赚88%。来，最后赶快剩几分钟，赶快加88。有的开心的话，我看多讲一些股票，多送你一些股票，加88哦。这跟大家讲，来看一下，加88，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废票11，来看一下，千人观看有没有？给你等一下，哦，你看都是一样。都也会有人，每天都一定有人会一定会抱怨我，会称赞我。可是我就是直球对决啊，你懂吗？来，你看一下，哦，还没出现吗？哦，来来，等我一下。好，画面先转过来这边。来，哦，来，还有一个小时，什么一个小时？八八。好，喜欢敲桌子整理感谢老师哦，谢谢你哦。这声音吗？自己搜寻看谁才是声音师。哎呀，不要变辩论啦，好不好？明天就知道了，记得投票就好，好不好？加88，要出门投票。加88，有没有那么多？好好休息咯，加88，有没有看到？有。华新哥，等一下看，有机会跟大家讲，来看一下。来，所以你看，这些都是见证者，是，都是知道我卖掉威盛卖最高点，我卖什么？我卖这些股票，联发科没钱的买美债，对，那就用力买啊！可是美债的钱不要用股票钱挪过来，好不好？嗯哼，好不好？先跟大家讲，好不好？这些股票马上跟大家讲，钱都买美债，那就买美债啊！嗯，你讲要怪我一样，奇怪，你美债没赚钱吗？没赚钱是你问题啊！那你有没有赚钱？有啊，是啊，你买的比我第一批还低耶、欸，很漂亮耶、欸、好不好？漂亮。哎、欸，那个 Sandy， 你不要来乱了。Sandy， 、啊、买美债，你这样讲好像是我让你赔钱，是不是？那就买美债就好啦，哦，好不好？哦，不要那种负面的想法，只是会成功，就是没有负面的想法。嗯，好，这几分呢？来，好，所以艾普有没有到？你看今天艾普，你自己再念一下艾普赚几%，再念一下。好，艾普刚才念过吗？刚刚没有念过啊，反而今天没有念艾普，简直怎么会这样呢？哎、欸，我一看，我这怎么当分析师的？那也忘记了，我真的是不够格。如果要你收会员的话，我最不够格，居然今天赚70%绩效，我不秀简讯。嗯。我就是这样子啊，要不要参加随便你。是，来念一下，念一下，恭喜6531爱普股价大涨，超过。重新来。好，1月12号来，从1月12号，恭喜6531爱普股价大涨超过 6%， 最高来到530元，创2年多新高，最多已经大赚超过 70%，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获利续报，获利续报，获利续报。哎，赚多少？70%，超过了，超过了。哎、欸，普通会员哎，吓死人！智元，哦，7月4号的，请卖出3035智元，含息报酬最高已经超过50%。来，我跟你讲，我就这样子啊，股票啊，股票啊，拉上去啊，嗯，来啊，然后呢，我讲这些股票都很强，对不对？艾普啊，还有什么3035啊，嗯。你要这样分析师啊，选后还有机会飙，选后那些 AI 概念股、IC 概念股还有老 AI 有机会飙。我不要说我没说，因为那些 NVIDIA 已经压不住都在涨了，台湾的还没有涨哦，台湾没有补涨哦。不论对或错，一切一切预告前面，哦、我也不要只讲涨的，我讲跌的。刚才有人，刚才好像我刚才瞄到有人抱怨，如果世界先进，你这样子就受不了的，投资喵，你真的不要参加会员，你可以退会退费，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就跟你助理讲。退费，因为我受不了。如果你只是跌一点点，因为刚刚我不小心瞄到，我实在很难受啦、嗯、你如果你不相信我走，你这样一跌个几%，你受不了，真的不要参加、嗯。我就是敢直球对决。如果你喜欢那种天花乱坠的，泽泽不是你的好选择，真的，泽泽也不值得你信赖，泽泽你也不会觉得是好好做代志。我来一讲，都不会。
所以我告诉你，我就是直球对决，我不论赚钱赔钱，我都尽量的跟你讲，我发自内心。如果你认为我是发自内心赚钱，你不用支持什么一号、二号、三号，泽泽就是你最好的、最好、最信赖的泽泽，好不好？OK 吗？我是最后告诉你，所有赚 70% 这些股票，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爱普赚了，选举前还赚，选举后还有更多股票赚。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么分析，好不好？还有资源也是今天也创新高吗？对不对？简讯也是一样吗？来不及了哈，那算算算算，要再修吗？不要，他们打字打不完的，赚 57% 有没有看到？有。最后来看一下，最后来，啊，要不要参加随便你啦，反正我说涨价涨价一样哈，反正直接下来涨价，你不要到时候哀哀叫，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尤其是普通会员，那个价格底标价格会拉起来，最底的价格会拉起来。你信不信由你，哦，只是说话算话，到时候涨价。不论对或错，88+1专案周末周日就要截止。也预祝各位选后通通能赚钱，希望你们心目中的选举候选人通通能赚钱，不论立委的，不论总统的，台湾不论怎么样，明天会更好。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谢贵。最后一档活动，在涨价之前的881专案，赶快把握时间加入我们的行列。选举后有很多的标股等着大家，投资长都准备好了。电话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荣耀华尔街，祝大家周末愉快！观众朋友注意哦，最近诈骗盛行哦。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除此之外都不是哦。LINE 小鼠 S178， Telegram 官方频道小鼠 A178178。Telegram 私人账号小鼠 S178178， 注意哦，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 的账号或者后面是 A 的账号，这些统统都假冒，只有这三个账号，谢谢。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觉得有深度的，还蛮准确的，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订阅我们的影片，按小铃铛，记得按全部接收，还要加我们的 LINE 以及加我们的 Telegram， 我们的 LINE 跟 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谢谢各位。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